我去！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大哥，大哥一边挥肉了，大哥，那枪，枪的快厉害一点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谁让你偷吃他的火腿了？啊！大黑把马桶的火腿叼走了，然后马桶就疯了。现在，抓住你的头了？去找吃的了，马桶，马桶去找嘞，找着没？嗯，脑震荡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笑死我了！大黑，你也是狗屁的。哎呦我的天呀，笑到了！咋地？你抢到啥的？你抢到啥不好？你抢到了火腿儿，哎，抢到了火腿儿。他就马桶就喜欢吃火腿儿，喜欢的。马桶就看你本事了啊！火腿儿就在眼前，就看你的本事了，能不能吃到嘴里？哎呀，记了。给他一口，嘴上剩一点了，马桶，不抢了，不抢了，不抢了，给他要，给他要，马桶，给他要，给他要，快点，他看着大黑把他推下去了，就急了。大黑把那个火腿肠直接抱到嘴里了，然后马桶就急了。那我刚才把那个火腿肠吞进之后嘛，他就急着叫了一下，然后到我嘴上扒拉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赶紧吐给他了。对，他就那个了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我哪都有啊。刚才那一根弄断了，我咋崩嘞？狗头无处不在，有渣子，又开始有渣子了，又开始有渣子了，有渣子，聪明啊，马桶。紧，他的鼻子都挨住了，你都没想到吃到嘴里，太难了。记了。咬断了，咬断了。咬断了，咬断了以后，咬断了。记了，记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笑死我了！马桶在家我就是个250。马桶，你看我没有用，我是不会帮你的。他看到你翻过去之后，他懵逼了，他就往那一站，他不动了。马桶你干啥去？马桶你干啥去了？啊，牛头走了，马桶。小心他往你嘴里滴口水。叫他吃了吧，叫他吃了。没劲儿了，没劲儿了。
哎呦，胳膊酸了，胳膊酸了。大概一倍，马桶终于吃到嘴里了，然后走了。吃多了，吃的东西。吃多的很，我们面内吃的特别之多。马桶心想的小样儿。